任务了。今天我们要到四个艺人家去进行一个任务。哎，快点快点！结果我不是以赛喊着说，把赛给观众看，你真的是不要埋怨了，赶快清一清呐。谢哥，你也是清洁工哎。上车上车。不是没有人这样去大渡路，我不要去大渡路。谢哥快点，快点配。这个企划根本就是今天最累，就是我哎。